陈冠宇迅速的上球，快传一垒刺杀了林志胜，场上形成一人出局。继续上场打击的是明星队的第五棒，来自统一队的内野重炮林子豪。来，一垒侧的，一垒侧球迷朋友，双手放嘴巴前面，你们喊林子豪，嘴巴前面，因为你们戴口罩，你们喊不出来。三垒侧喊全垒打，三次哦，第三次速度放慢一点哦，一垒侧准备好了哟、哦。